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只有一群人才能走更远。Let's go！ 举办了这次学习会，也是为了让大家这个更好的有一个来年的一个工作目标和一个自我的收敛。包括还有各种啊，那我觉得我们在做的事情呢，就像我们迪信的新的它的阿拉伯永远说的意思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像种子一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不怕困难，破土而出。那企业都知道，在运行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这种成本。让迪信成为羽球行业的顶流。忙碌的一天，今天上了一天的课。我刚刚出现的一些东西，其实也很让我感动，就是那几句话，对吧？让这个强无敌的精神充满这个世界所有的角落，啊，让迪信成为羽毛球的第一品牌。这是我目前肉眼现场见过推的最重的人。这多少啊？168.5嘛。嗯。我推168公斤啊。这么猛。好，来5次，3次，怎么样？小重量，加，加，